净法净面啊，就是讲到第十一不净法，那就是解脱无间。无间呢，就是真正的圆满的意思，无亏欠嘛，安尼叫做无间。呀，佛陀的解脱就是圆满的啦。所以已经是远离一切的执着，无执着过去，无执着现在，也无执着的未来。但是呢，都是护住这念心，这呢就是咱爱学的吼、哦。不管是有为法，或者是无为法啦，佛陀呢就是啊，不管是世出世间法，佛陀。了如指掌啊，所以呢，他也是真圆满，一切烦恼呢，拢清净啊，无留一点点的烦恼伫咧，完全呢是清净，所以呢，这也是甲凡夫无共，解脱非常的圆满吼。那咱来就是讲第十二呀，就是啊，解脱离见无见。那就是讲，佛以一切解脱中，知见明了，分别无碍，安尼叫做知见解脱。咱前面有讲过了，五分法身嘛，就是戒定慧啊，解脱解脱知见，佛陀呢，拢已经是真圆满啦。那第十三咯，一切善业随地会行，一切善业随着地会行。那呢，这个信心啊，爱用之一处。那在那底咧讲，行足在足啊，言足在足啊。就是讲，咱咧讲话啊，心呢都爱用伫讲话呢，用心讲话啦，行路，心爱用伫行路呢，用心行路啦。来，咱伫咧想代志，咱爱用心，再当头透彻啦，这个树立呀实相，所以一切呢。拢是爱心甲心嘛，一定爱平衡。佛陀呢是已经心业随地会行咯，也就是讲，佛伊所现的这个心相啊，是真正的属性。咱拢知影，佛相三十二相。真正的圆满啊，是这么正庄严，所以呢，也当到调伏众生。这样有当时阵，干那伊的心态，都会当到调伏，侬唔免阁空话哦，干那心态都会当调伏人的心嘛，这就是佛陀的德相。真正的性妙圆满呐，那就叫做清地演说一切诸法，令其各得解悟正定。不只是形象，让人看到都调伏啦，连佛陀呢开口说法，同款的一个法啦。佛的弟子讲同款的话，这些人听起来也阁是半信半疑，也阁是呢，无法度真正透彻了解同款的话。佛陀呢，安尼再重复讲一遍，那已经呢都清楚啦，都拢总会当人得到解悟。这就是佛的啊，伊的心口意念拢清净，所以呢，
建新文明听话拢会当予人真大的体悟，这就是叫做定啦。安尼呢，是心业随地会行。修行啊，就是爱在这个所在。行看起来都大家人拢是伫咧修行呢，但是呢，迄、那个内修外相啊，就是无同。所以咱修行是爱认真啦、啊，唔是讲吼、哦，干那这个形态形象都是，所以。求法爱真求法，用真心来求法，法用在咱的生活中哦。再来第十四啊，是一切巧业随地会行，都才是心业随地会行嘛。现在呢，就是巧业随。地会行，那就是讲佛啊，以微妙清净之意，随地而转啊，化度利益一切众生。意思就是讲，佛陀的声音，那佛陀的八音嘛。伊个声音一出来呢，自然呐、啊，众生都好亲像迄个心嘛、啊，五谷的心，好亲像接触到一股的清流啊，或者是真傲热的大地，好亲像得到迄种甘霖同款，只爱听到。佛的声，自然呐、啊，迄、那个心的境界啊，就是啊，真正的妙境，声音真妙，听起来无差，又是真静。不过句句的声音，人拢听个真清楚，真呢，叫做微妙清净音呐、啊。所以佛陀用这个微妙清净音的说法，所以呢叫做随地会而转，不只是声音，搁在内面包含着迄份呢，听起来是真奥义、真深的道理，确实呢，按完全会当了解，这呢。深入浅出啊，这就是地会而转。